for your love. You ready, sir? So, you ready, sir?爱一个人，或许要慷慨，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用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，生命的起伏要认可。 懂一个人，也需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，才了解所谓的爱。今后的岁月，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，有机会细水长流。我们是对方。 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，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。